观众朋友你好，啊，唔知讲你咧厝内吼，啊，不管是讲甲你的士大人吼，还是讲甲恁太太啊、恁先生呐、啊，或者是讲甲你的士婿啦吼，家里士婿，你是用国语，还是咱讲华语啦吼，还是讲用台语，啊，叔叔你呐是讲客人，是不是用客话，或者是讲你是原住民，你是用原住民你的母语来甲你的厝的人沟通沟通啦吼。这几天呢，不管是伫个网络上，或者是讲咧媒体上吼，有一条新闻就讲，已经有足多足多的团体吼呼吁联署，讲要创啥呢？讲哦，啊是安那吼，咱咧厝的吼，正经无才调，甲咱的时势来讲台语啦。啊，咱的时势吼，迄时势毋是讲迄幼儿园哦，按45岁以下，即个少年家吼，足侪足侪。听也听无，讲也讲袂晓，这个问题要安怎？所以讲顶礼拜时阵吼，有一个座谈会，讲要创啥呢？讲爱成立这个合作台语的电视台，是不是正经咱的台语要消失去啊？这是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啊，敢讲咱成立这个台语的电视台都有效吗？吼、哦，实在讲我讲到这阵吼，讲台语嘛，讲到就袂认得的啦吼。今日要来挑战看，看有才调咱今日规集吼。拢来甲讲台语看卖，到底成立这个台语电视台的意义是啥？正经有法度解救咱即马台语可能的消失的这个危机吗？今日好好来讲这个题目，来介绍今仔日五位特别来宾。首先来介绍是李江旭台语文教基金会执行长陈芳辉，芳辉姐啊，你好。嘿、hey, ，大家好，台语出头天，大家平安。哇，讲唔对无？几字啊，尔啦。啊，都几字？拜托你搞。网络，网络。网络，唔是讲网络吗？你讲网络，嘿。但你不要跟那些小问题，小问题，唔系唔对。好，等下咱再来。行过了。哦，过来，过来，过来。過來这个叫做音乐的创作人啊。说的是，说的是。啊，我自细汉听，也歌听到大汉的。嗨嗨嗨嗨。咱来欢迎地头会。好，好，你也是点起咯。哦，来。自细汉听到大，你看这口话 Q 人。正经的呐，我就少年的。哎，嗨，多么多么。啊，感谢。啊，过来欢迎是咱公共电视台语新闻的制作人卢东喜。卢东喜。卢东喜。嘿。喜袂使吗？东喜东喜，卢东喜，你若要叫正个是喜嘛哈，卢东喜嘛。啊，你若我是个人无啥未去计较。念唔对啊，不要紧啊，不要紧啊，就现在叫就好啊。啊，正确是安那念？卢东喜，卢东喜，袂使卢东喜。卢的对啦，你是卢的，安尼就卢东喜。现在刚才卢的拢会使啦。搁坐来来少年的啦吼，啊，少年的其实台语讲了未歹哦，咱来欢迎一个前卫出版社的主编郑清宏。是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观众朋友嘛吼，我甲你纠正一下。观众朋友，啊，我介绍你无唔对啦吼，无唔对，无唔对。我接下来这个是叫做虎城的张曼玉，虎城张曼玉。系。吼，安尼应该无唔对啦吼。啊，本名是这个台南新艺协会的理事长严婉玲。大家平安，大家好。我台语应该讲了比你较赞啦啦。那有咱等下试看卖。好，无咱来等下来比较卖，看算台语讲上侪啦吼。咱来看卖是安那即个民间的团体，讲要来发起讲，正经袂使，台语要消失啦，台语要灭亡啊！啊，要安那做？第一步，咱来成立这个叫做台语的电视台。政府最近收回中国广播公司两个全国性广播频道，交由原住民电视台和客家电视台成立全国性广播电台，要维护母语的发展。不过，有不少团体认为，台湾有超过80%民众使用的台语，就部分电视台有台语新闻、综艺或戏剧等等各种节目，却没有国家级的台语电视台。所以，有不少关心这个议题的人士和民间团体共同联署，希望政府成立台语公共电视台。政府呢，就应该爱用这个体制公共资源的这个力量来设立电视台，来补充正常化咱的台湾母语的教育，嘛会当用台语来讨论哲学、吼文学啊、科学等等，哈啊，咱冇法度用这個台语，吼来了解这个国际的局势，内底到底发生什么代志，哈啊，所以我真希望这個台语的公共电视台会当较紧设立。与会人士表示，目前已经有20多位立委参与联署，未来将争取更多立委参与。他们也希望执政的蔡政府对于成立国家级的台语电视台议题正式表态。
一定要比这个文化部长来表态吼，因为即摆召开这个全国的文化会议，诶，各地方的分会内底，足侪人反映讲爱新这个电视台，但是伊无伫政策上立刻回应嘛，所以我感觉讲民进党之前，你应该爱去了解讲南北平衡的重要性。这些团体人士也呼吁蔡政府透过成立台语公共电视台，以秉持尊重多元与族群独立自主的原则，保障族群传播服务之主体性，以达到区域平衡与语言传播平权的目标。记者张志雄、陈保罗台北报道。后来是啊，咱讲45岁以下吼，其实会晓讲台语的人愈来愈少。咱来看，这个是内政部所做的调查了吼。这是民国99年所做的调查，但是伊是这几年差不多民国102年才公布的吼。啊，那看呢？看这个数字啦吼。你咧厝的吼是讲什么话？大多数吼台语也讲啦，啊国语啦吼，伊即嘛阁写国语啦吼，还是讲华语也讲。啊，你若讲客人讲啊客话也讲，啊国语也讲，其实是重复啦吼，多元的啦吼。咱来看卖吼，45岁拄啊是一个坎站。咱来先看国语啦吼。45岁跟64岁吼，有78%的人，超79%吼，咧厝的内底讲国语。啊，但是吼，伊86%吼，咧厝的讲台语，啊就拢会使讲啊。啊，大多数拢讲甲囡仔讲国语，啊，甲是大人讲台语啦吼。但是你看啊，这个45岁是一个坎站，本来45岁以上的吼，敢若78%讲国语，44岁以下。甲25岁，啪按78%变甲91%，所以大多数45岁以上的人吼，咧厝的大多数拢讲华语，变作讲华语是一个足强势的语言，变作讲你讲台语的机会愈来愈少。当然啦吼，咱若要比讲客话啊、原住民的，迄更加搁较少，更加弱势，更加危险啦吼。这是一个数字，看到这个数字以后的要创啥？这是这几天在网络顶头，网络啦吼，网络网络。啊，其实这腔口的问题，这讲有遐严重。我来帮你等你。网啊，行一条路。讲要成立这个叫做台语的公共电视台，我一人连署，为什么要成立？来来，咱先来看这个网啊啦吼。哎，哇，你创到一张纸。第一批的啦。啊，你好。这是发起的。啊，这是发起的。发起的哈。哎，对。哦，李光洙文教基金会、台湾公民参与协会。啊，吴三连、郑福田、陈文成、陈南勇、林本哦，社区大学等等啦吼。发起几个？34个。34个。啊，34个尔。啊，连署的。啊，过来，即马已经到220几个，会参加连团体连署。220几个。220几个团体已经连署啊。还佫咧继续增加中。台语敢正经要消失啊？照联合国的标准，就是那是青少年甲囡仔无定咧使用，甲无定咧学习，安尼就是明显有危机的语言啦。所以你若用这个标准看，其实就是台语、原住民语、客语拢同款，就是伫个厝内啊，这个真正有得用，也是讲卖讲伫厝内，就是伊个生活中啦，伊个生活中真正使用，也是惯性使用，也是有得学习。其实咱台语、客语、原住民语的拢同款，拢已经是这个青少年甲囡仔拢。无足少人在学习甲使用。啊，你咧厝应该全部拢讲台语啊嘛，对。啊，你是讲我个人？台语啊。我个人袂当算，因为我是做20几档的台语的工作，嘿，投入的人，这是较少的。你的亲戚50，朋友70，嘛是大多数。伫个即个你拄仔讲的45岁以下的人，真少在使用即个台语。虽然是讲本身阿公阿嬷是讲台语的，不过确实伫生活中，就算伫家族的活动内底，嘛有原是45岁以下的人，足少使用台语。我咱会请教猪头辈啦吼，那个猪哥哥、猪大哥、猪大哥，哦，我尽量卖讲华语啦吼。猪大哥，我正经按书自细汉听你的歌带大汉的啦吼。迄阵啊，啊，甲即阵啊。咱迄个时代，你细汉的时阵在听我的歌的时代的情形，他们即马有啥物差别？就是使用台语的情形。我迄阵啊，台语较好讲，我即马台语较袂晓讲啊。其实是荒废吼，佮真侪神拜吼，而且个团体啊。不过本来嘛唔知讲奇怪，那有这都 FB 大家信来信去啦。啊，我看到台中迄个五车吼，一个消波快乐团吼，他妈亚济啦，啊朋友嘛，啊就讲，朱大哥，你忙亚一个。你讲消波快？消波快，肉粽角。啊，嘿啦，安怎跳100块来？我来。啊，就讲诶，趣味即个少年乐团嘛，写台语歌吼。是。啊，就摕一个，即我嘛摕来只，
哎，翕一个支持一下安尼吼。是。所以我对这个台语是毋是遐那笔切都无像荒废学者、吼先行者、先败，遮那积极吼，我着对伫后壁，我着感觉这有道理，有意义，有意义，啊着道理。啊，其实讲起嘛真奇怪，客家委员会啊是原住民委员会，每一党拢支持真侪客家甲原住民的艺术家、音乐、文化、戏剧各种嘛。是。啊，台语。敢那是用要翘起，但是敢那阁真侪人用。啊，到底是强势还是弱势？嗯。啊，所以有人时啊吼，比如讲，迄个文化部有一个啊做母语的这个创作比赛的歌谣吼。那只要是写台语，伊是讲叫好乐话啦吼。那写好乐话，其实写好料得奖料都无啊。什么意思？就是你写好乐话去比赛，是你的母语嘛？啊，你写客家话去比赛吼，有持续后壁足侪活动，桐花节啦，吼啊，什么迄个客家 MV， 啊，佮迄个真侪原住民，迄个甚至原住民的委员会会主动去找原住民的歌手佮支持。哎呀，你这个歌手袂歹，无咱来出一个声。啊，台语袂衰是真侪人咧使用，袂衰是一个强势，啊，所以嘛无专门咧处理台语的单位啦。啊、你即摆是咧 complain 讲文化部自头至尾拢毋捌甲你补助着对啦。complain 啊吼，就是讲台语袂衰，真侪人咧用。啊，你有用一个好乐话诶创作比赛啊了咧，都无像客家委员会，无像原住民委员会，有真侪 support 诶力量吼，互即个语言持续咧发展啦。啊，所以你看即几冬客家的歌手足侪有无？有，足畅销诶有无？唔爱安尼讲。啊，台语袂衰，真侪人用，但是刚刚即个文化用要无来无一段，突然间会翘起的感觉。侬讲那平平安尼啊，无讲一个即。就刚刚讲袂衰，若翘起就算了安尼啦，嘿，就讲啊，所以我可能嘛是无遐那强烈，好加再有像方威即款的先行者甲咱提醒，所以咱就讲哎，安尼即马咱来拿成立一个。台语的这个公共电视台吼，应该是真重要。我来请教东西啦吼，你即马已经是咱公司台语新闻的制作人，是啊，公司也有台语新闻，啊，民视也有台语新闻，我是唔知影讲三立有无啦，三立唔知有啊无啦吼，啊，上无你嘛有民视，嘛有公司，啊，民视佫迄个春晖网络，迄收视率拢4%、5%，要惊死人迄款的节目，敢有需要成立一个台语电视台？不，这是按两方面来讲。第一个讲，伊民视吼，三立伊这是民间电视台。嗯。伊要报华语，要报台语，还是要报客语，要报广东话、英语、日语，实在因家的代志。但是咱国家是一个多元而且公平正义的一个社会啊，一个国家。啊，咱即马已经有客家台，有原住民台，甚至咱阁有宏观台，就是。迄落华侨，还有台侨吼，还是华侨，台侨阁华侨。互因看的迄落电视，吼，宏观电视，嘛，咱公司咧制作的。啊，佮即马，佮有新移民基金补助，所有电视台去申请拍新移民的节目。嗯。但是台语无啊。嗯。国家资源无啊。嗯。吼，客家台一年4亿外嘛，原住民电视台一年3亿外嘛，吼，宏观一。4000几万啦，第一年诶，前几年一啊，今年降较少，变一桶哈。新移民基金有10亿，但是伊10亿毋知几单，我毋知，即我无去查。但是伊10亿就是讲，到你逐间电视台拢会用来申请啊。嗯。哦，啊，伊委托你甲拍参新移民有关系诶节目嘛。但是目前伫公共资源内底并无。不啦，迄是一个心态问题啦吼。啊，台语理当应该有。充分有够的资源意识啦吼，但是你袂使心态讲啊，别人有我嘛袂。不，我的意思是讲，实事啦吼，咱也成立一个台语的电视台。是。啊，正经台语都有解救啊吗？袂使讲成立，譬如讲客家台原住民成立，伊有法度甲解救无？咱这毋知。但是你若无成立，有死的。死搁较紧啦，唔讲阮是死搁较紧啦，吼、uh-huh. ！比如讲，我即马看足侪客家朋友，还是原住民，因开始囡仔会用教因囡仔开始讲，比如讲咱咧四楼，咱电视台四楼啊，那咧录音的时阵，哦，一群囡仔就来录客家节目， uh-huh. 客家吼，原住民即个规定来，哎，伊这是会潜移默化，吼，伊就讲我会当讲这个，会上电视啊，嗯、uh-huh. ，当然。台语伫台湾来讲是较强势，比因较强势。但是整个来讲，虽然讲台语，我刚刚拄只迄个底下白讲，哦，敢那不哩侪人讲，但是敢那
足侪嘛足侪人敢拢袂晓讲，我举两个例啦哈。第一个例就讲，我等于装卡。你若讲台北无话讲，我等于装卡，我分你们装卡，我等于甲分你装卡吼。出面隔壁以前是拢讲台语，恁老爸老母参囡仔是拢讲台语哦。那即马都六年七年吼，七年以下的爸母参囡仔，十个家庭内底吼，若有两个家庭参囡仔讲台语就偷笑啊。啊，莫讲台北啦哈。我讲即马是庄卡所在哦。第二个最近有一个朋友吼，伊都要拍公共电视台戏剧节目，台语的，伊要找18岁演员，查某演员，会晓讲台语。所有的经纪公司无一个18岁查某囡仔。经纪公司，经纪公司找无一个晓讲台语的。啊，来，你问讲啊，无恁某囝敢若活到18岁啊？会使讲，阮查某囝甲问伊讲，伊听有，但是嘛讲啊哩哩啦啦，啊，即摆我无试看卖咧吼。我意思讲，你即摆现有演员吼，比讲你讲，卖讲你看面试三面试啊，三日同款嘛，内底演员嘛是年龄拢足大个啊。你有感觉无？你可能无咧看，我落去看，伊个节目内底吼，你演迄落细汉查某囡仔吼，嘛是拢迄年龄足大咧演啦。啊，你就通片嘛是年龄拢超过三，足奇怪。哎呀！嘿，足现实嘞，对吧？因为找无演员，会晓讲台语嘛，讲啊认真嘛，吼。所以讲，啊，看足侪人，奇怪，啊，都足侪人拢足侪台拢演台，拢咧演台语戏剧啊。恁啥啊？恁着爱争取，即就讲，即一个国家资源就是啊，平均的分配，公平的分配嘛。啊，你袂使讲啊，即马。当然，客家各官这边绝对爱甲听的，为啥？因比台语较弱势啊。啊，因已经有电视台，我感觉足好诶。即马佫有广播，全国性的广播电视台，佫较好。吼，伊会当传播因的文化语言。但是台语，我讲一坦白，你即马咱听众朋友、咱观众朋友啊，你去问看恁家出面隔壁囡仔会晓讲台语的。你用想的就好，看几个晓讲台语。有啦，但是少的。你老爸老母参恁囡仔讲台语，你用想的就好，看偌济人。好啦，安尼等。对不？我讲少。主持的讲少济，咱让迄个少年的来讲一下啦吼。清风，你有在条所有的话拢用台语来讲对不？日常生活内底的台语基本上是无啥。哎，你讲恁少年袂晓讲台语啊？你是哪有晓讲台语？真特殊的。不过我是特别啊，因为我大学是读迄个台语系，吼，台中教育大学是上早伫伫个输出的迄个系统内底有一个台文系所的一个所在。迄当阵打入去的时阵，台语嘛是讲了袂认同啊，对啊，因为。虽然讲自细汉就是含阿妈安尼讲台语大汉的，不过你求学过程当中，你就是偷偷啊会惯习讲迄种讲华语的环境，因为学校内底无教你安怎讲咱的母语嘛，甚至是我家己会用本土语言较正确，对。伫求学的过程当中，你愈读愈惯，你等到会发觉讲咱的知识系统，咱的学术研究内底，拢是华语的世界，啊，甚至是讲咱做台文研究，当时啊会和老师要求讲，你英语要有法度，你日文要有法度，但是咱家己的本土语言都是无啥物在讲，所以我家己的思考是讲，就是我之前的经验，咱少年辈自细汉就是伫这种环境，伫这种经验内底大汉的，就是细汉你足够讲，不过愈来愈大汉了，你发觉讲，这个语言你的母语，甚至是讲用本土语言来讲，少年世代含厝内底这个距离愈来愈远。结果愈大汉煞无法度用家己的母语和厝内底的四大人沟通，我感觉这是一个困境。啊，像我嘛是大学了后，就是像咱细汉的时阵，学啥物 purple morph 同款，就是重新来学罗马字，吼，甚至是迄当阵嘛是重新来学一寡台语的汉字。这其实就是含咱过去在语文教育。基础的工程同款，就是爱自头开始，所以迄当阵其实就艰苦。对，因为过去咱拢唔知影讲咱的，比如讲台语，甚至是客语，吼，迄当阵就是以这两种语言为主，吼。学台语、学客语的过程当中，你会发觉讲，奇怪，以前哪会拢无教你这种物件？像那国校的时阵拢无教。你是对人，我是屏东人。屏东哦，屏东一定讲台语嘛，对不？对对对。啊，你大学你对头？大学伫台中。台中。台中应该嘛定啊，研究所伫台北，好啊，我直接请教你啊。啊，敢讲成立这个台语电视台都有效吗？其实我感觉拄只就是先摆咧讨论，我感觉另外有一个问题，我想要提出来讲，就是
那是咱对转型正义的问题来思考。转型正义通常拢是用伫咱，譬如讲政治、历史经验的讨论顶面，但是文化和教育顶面的转型正义，敢讲无重要？因为咱即卖要思考讲本土语言这个概念，甚至是讲先啊，咱要争取台语、客语、各有关注民意，拢爱有一个电视台。有一个上大原因就是讲。过去因为国语政策的关系，所以每一个族群无法度发展家己的语言甲文化，甚至是讲你受到一挂压迫。这种压迫是透过国家的暴力、吼国家暴力的原因，所以即使讲咱每一个族群吼，台语族的、客语族的，甚至是原住民族的，因无法度，因过去其实有一挂无语的圣经嘛，嘛拢互禁掉啊。所以伫转型正义这个概念之下。国家吼，咱台湾也是要建设一个正常的国家，而且是一个多元文化的国家。咱一个伫这个过程当中，应该要去思考的问题，就是讲，即摆有一个机会，咱来重新讨论台湾爱有啥物款的文化。台湾每一个族群拢有家己的主体性。这个过程当中，咱需要啥物款的主管？我请教你啦吼。看电视是迄个较有年岁人咧做的代志啊。是。啊，真少年上咧甲你看电视啊。大家人在看网络对不？网络。哎，我那一直讲网络啊，但是我感觉网络敢有影唔对？唔对，网络唔对，网络。网络，大家在行的路。啊，网络是不连个网在行路。啊，大家人在看网络。啊，上要看电视，啊，你即卖讲设一个电视台，吼，啊，你即卖囡仔都在条讲台语，这中央敢有关联？其实我感觉设一个电视台，唔那是报丧的问题尔，因为你内底在咱讲新闻的迄个专业人员吼，伫咧做新闻媒体，即个头路的人，其实拢是少年人一代一代出来嘛。伫设立台语电视台的过程当中，咱其实会当甲台语这项物件的专业真正提出来讲。譬如讲，我咧做台语新闻的时阵，咱需要什么款的台语的专业，才有法度将一篇台语的新闻稿正确无错误。改翻译做台语，这个物件其实无简单啊。而且你的电视台其实那是做台语新闻尔，你有当时啊可能会做一挂综艺节目，是，吼，甚至是讲就生活的，叫地头皮来唱歌，对。这物件每一个领域，每一个领域，其实拢需要台语专业的人才来处理这件代志。是，所以你那是设立一个台语电视台，唔那是咱的受众，吼。虽然讲即马网络，吼。哎，咁对，网络对吼。虽然讲即卖网络，可能少年一代较时行，不过嘛是有足侪较侪岁观众朋友伫咧看电视啊。啊，伫这个过程当中，咱少年辈开始投入这个台语专门的事业内底，重新来家己的语言找回来。我感觉设立台语电视台有这个必要。我咧请教富城的张万玉，还是安尼甲你开始咧啦吼。你咧台北读册嘛吼，其实你读政大时阵，阮就常常邀请你来上节目嘛吼。啊，即摆去台南，转去台南，转去台南，转去台南，歹势啦吼。台语的环境有足大的改变吗？台语的环境，我想要讲一件代志哦。我转去台南有一挂广播节目，会邀请我去上节目。其实有一个真趣味的经验，就是我甲主持人咧讲话的时阵，若是切掉节目，我的广告的时间。我就开始用华语讲话，啊，若转去甲节目，我就开始用台语讲话。那迄是一个，我感觉伫南部啦，台语是一个共同的语言。啊，甚至会当讲是一种政治正确的语言。伫南部，但是台北毋是安尼。我伫台北二十冬，我讲台语的机会真少。几啊年前，我主持一个陈文成基金会的音乐会，我因要求我上好是用台语主持，我写歌写偌久，我顶下练偌久，迄毋是一个我平常常常咧使用的语言嘛，无去用鼓励要使用，我感觉重点就是这嘛，你有去用鼓励爱去使用无？嗯哼，啊，而且我讲我的家庭经验好啊，大家拢会感觉讲我是台南人。我台语应该爱真好才对嘞，但是因为阮伫厝里，即个因为细汉破病，所以学习的能力较歹，所以迄阵医生就甲阮爸爸妈妈建议讲，伊上好是学华语，因为华语敢若四音尔，台语有八音较歹学，所以学伊可以学华语。所以我细汉成长的环境内底，其实阮爸爸妈妈甲我讲是讲华语，因为要甲阮姐姐沟通。所以这就会变成讲，我会感觉我是一个使用台语的时阵，迄真讲真实，迄不是我上
自然伫厝内底使用的语言。是，对。所以安尼就会造成我的紧张，譬如讲，我伫感觉讲，今仔我伫遮，我可能讲了上无认同安尼，我就感觉就紧张。我讲出来，人讲无变对。但是我感觉咱咧讨论这个议题的时阵吼，是毋是唔通让人遐紧张？啊，较轻松，唔是的，卖予大家感觉讲，我若无使用，我就是无正确。嗯，哎，我感觉卖讲人讲网络，啊，就咱就讲伊正确了。对，一定对。但是讲语言，你若无咧用吼，就是死的。你若咧用，就算讲讲了唔对，迄嘛是一个话语。第一步啦。但是我要请教迄个洪慧姐啦吼，所以即卖问题是。卡在哪里？要哪讲？卡伫个袋啊！卡伫个袋啊！正经啦，你看这个都卡掉啊！吼，到底问题是卡伫袋啦？无钱吗？咱中华民国无钱吗？咱迄个前瞻条例，吼，无唔对啦吼，前瞻条例要开8000多亿呢？啊，咱正经提无3亿、4亿出来做一个电视台，咱来看卖吼，原住民族的电视台吼。当然，因为法律的一个依据啦，吼。2004年呢，先用叫做采购还是采港拢会使啦，吼。采港的方式吼，先用台视来做，啊，东森以后来做，啊，落尾公司来做啦，吼。啊，落尾伊就家己去做啊，然后因讲要独立的问题嘛，吼。3亿做一个原住民族的电视台，超贵啦。客家偌济？4亿，一年啦，吼。啊，当初成立的时阵当然较济啦，吼。3亿、4亿。即嘛是，而且民进党执政嘛吼，啊是因为咱无钱，正经3亿、4亿提袂出来，所以咱无法度成立电视台嘛。我想主要是因为咱的这个政府团队相对来讲啦，对客语原住民加新住民语言文化这方面是搁较重视的啦。啊，对台语这部分对公共资源、政府的资源分配来讲，相对来讲是。无感觉危机，所以就无迄个感觉讲需要分配什么资源，这应该是基本的心理是安尼，因为真侪人拢会讲。无看到问题啦，对，无感觉，所以无想要来解决。无感受危机。有够侪人咧用啊，嘿，就是无所谓啊。啊，你看这人，你看啊，今日六个拢讲大话，拢是讲台湾呐。伊要就这波当然要请要讲来啊，啊，台湾，你家就是爱，你家就是爱提醒一个盲点，哈，对，咱可能无注意到讲所谓的语言文化危机。袂当用人口数来看，就是唔是因为这个人口数的问题来去决定迄个语言的强势甲弱势，因为一向在来拢是政治体制的力量在决定讲什么语言会当有较侪资源。啊，过去错误的国家国语政策哈，错误的国语政策的影响下，对教育体制对影响到家庭，影响到社会教育。影响到传播媒体所有的这个传播节目制作等等，其实拢是因为过去的国语政策真全面的，要打压本土语言来造成的效果。所以咱即马所爱注重的危机，绝对袂当因为讲人口的侪少来讲，亲像拄只咱信聪遐有显示迄个。图表来讲，迄、那个图表其实嘛是需要一寡说明啦，因为迄个华语加台语的迄个使用人口拢是80%，这个代志是伊的调查方式，是咧讲你普通是伫厝有在使用什么语言，安尼讲尔，并无问到足详细。可比讲，伊可能问到一个人，伊是讲有啊，我有咧用华语啊，我嘛有咧用台语，安尼就两项拢算。啊，用偌济伊无问。啊！你是较常用华语偌济拍，还是主要是用华语，还是台语？这无问到才幼咯。你就敢若阮家啦吼，我问阮祖囝讲，哎、欸，啊你食饱未？伊讲食饱。哦，啊咱来节目就讲，哦，啊这恁家拢会晓讲。啊，我所来讲，啊你学校有甲人冤家无？啊爸，你说什么？啊这款的伊也甲列做会晓讲台语这款的。嘿，是。所以就是讲，咱的这个语言的危机，其实伫20、30当中都有在先进的。呼吁要注重这个问题，所以其实伫个遮有一个咱东兴乡有提供一个资料啊，是讲因伫遮虽然无讲介清楚，不过这就是1989年的这个县议会公报内面，就有10几个县议员伫迄当时就主张讲爱有这个所谓因迄当阵用方言这个名啦吼，然后方言电视台。1989年遮的民意代表就伫呼吁讲，讲台语甲客语甲原住民语的人遮尔济。啊！你拢无一个无什么节目会当看，吼、嗯！迄当阵
哦，伊则有显示一个讲，苏安外交议员认为讲新闻局规定，闽南语节目袂使连续一点钟放送，啊，搁袂当伫暗时七点半以后播送，吼、哦。伊认为这种不合理的规定，所以伊感觉讲，迄个现状应该爱改变，应该是爱全面的有各种语言在地本土语言，而且电视台才对。所以讲，这是唔是讲咱即马在咧讲的，是足早三十年前就已经有这个民意代表有感受到讲，咱的这个啊语言文化，哈，伫个这个公益政策压迫下，大压下已经。特别是啊，而且遮个国语族的观众，是安怎无选择的权利？你若讲今日有选择的权利，逐台我拢看会到，无讲语言节目，迄个另外一个代志。咱即马是逐台拢有华语，啥物节目拢华语了后，才勉强有一个客家台、原住民电视台。是啊，咱即马要求讲有一个专门拢台语的电视台，伫个客家台甲原住民电视台已经成立十几档了后。再来呼吁要求的时阵，虽然讲十几年都有人要求，不过咱这摆的串联，事实是大家感觉咱袂当阁继续等啊。已经客家电视台甲原住民电视台，无论安怎，因总是做出袂歹的客家甲原住民的节目。是，我本人嘛常常咧看。是，客家台啊有袂歹的历史剧，还是讲有一寡即个各种的形态。咱都有讲，咱需要什么节目？戏剧的、综艺、艺文的形态科普，吼，种科学。迄个普通的知识传播，也是讲咱大自然、咱各国的这种文化的介绍，迄各种的节目，咱拢需要。但我顶阵啊吼，看迄个闽西的台湾学堂吼，哦，安尼啊话，迄个沈清凯哦、阿凯哦、阿甲足侪人哦，有才调用台语讲特客的，讲特客亲切。咱需要用台语来讨论各种的代志，啊，用台语来做各类型的节目。台语来介绍 Pink Floyd。台语来介绍 Rolling Stones、Beatles， 是不是安尼？是是安尼啊。数学嘛，讲数学对无？教授用台语来教。台语的教授就是已经有教授，但是我要请教啦吼。所以，只要你认为讲唔是钱的问题，三亿、四亿唔是问题。是。问题是讲咱的执政者无看到问题，所以伊无想要来解决。无感受到明显的危机，或者是无感觉危机遐严重。你甲解说一下啦吼，即使咱啊成立这个电视台。啊，是有啥物帮衬无？咱这咱这电视台，伫个这个，不是阮这个公司啦吼，是就是讲台语专用的电视台啦，嘿，台语的专用电视台，除了伫个这个开台的初期，会当加做培养台语人才的优格以外，优格就是优哪吼，优格哦，嘿，就是讲会当加做培养台语人才的优格以外，佮会当看哪是设立南部，当然会当促进咱南部产业的发展。啊，南北平衡这个问题，吼，一旦有相当改善啊，卖讲是有法度解决传播问题，吼，啊，然后对这个教育啊、甲文化啊、啊、甲传播各种知识，咱要紧的是用台语来做吸收知识的工具，无一定是讲台语这个节目话单独话重要，是讲咱要用这个语言有法度去啊传播各种的知识来论述各种的议题。是。是，安尼我请教你啦吼，所以恁当然嘛去有去找迄个文化部，甚至讲小英总统，恁应该嘛有接触啦。啊，我本人是无啦。啊，无啦吼，我请教你啦吼，咱来看这个活动啦吼，讲合作要正做催生一个台语的公共电视台。第一个，等下要请教你，是安那是公司啦吼，是安那是公，无一定是即马这个公司啦吼，但是是安那是要用公共的一个概念啦吼。即嘛是李刚曲即个文教基金会34个团体已经成立即个联名吼，啊超过200几个团体已经联署啊。理由是啥讲？啊，台语从头至尾拢无得到应该有的公共资源，啊，即嘛台语的危机出来啊。啊，要追求转型正义的政府，爱用公共资源来设一个台语电视台。啊，对要讲人口，啊人口用台语的人上济嘛，但是无台语电视台。原住民有，客家有，但是台语无。啊、文化部的回应是啥？哦，我支持公司你提计划。啊，我是唔知讲即摆阮公司有计划啊，无计划啦吼。支持啦吼，态度是支持啦吼。啊，毋茫讲透过修法的方式吼，来促进台湾所有族群母语会使保存甲发展。啊，所以即摆的态度，政府的态度是咩啊？
看起来是讲袂啦，啊，其实啊，就阮之前捌拜访陈部长的经验，阮是感觉伊足有诚意，啊嘛足积极，要来啊，希望讲安怎来帮咱这个台语有各种的公共资源。我相信伊是有这个诚意甲决心。啊，不过即马问题是，当然爱看做法是安怎啦吼。伊目前所提出来，阮看起来是讲，伊是要透过这个啊公司化修法，啊加这个国家语言发展法的立法，来保障这个啊台湾的各族群的语言。在地的本土语言拢有相当的权利，就是无论倒一种权利，公共传播也好，啊，各种的教育啊，等等的权利啊，所以伊的按算讲较久长的办法，大概伊的想法是爱对修法立法这方面，才会当定根，才会当久长哈。这个部分当然是爱做，但是阮认为要阁有一个啊方式，就是两条路做伙来做，就是双路并行。双路平衡两条路做伙做，意思就是讲修法，因为毕竟要经过一定的程序甲时间，唔知爱过偌久，咱真歹按算啊，唔是讲做袂到，但是这爱过几冬，唔知影。因为你一个法立法通过了，爱过有相当的时间去做施行细节，啊个啊是讲跨部会甲地方政府的协调等等，这时间爱过偌久咱唔知。啊，上较紧的办法其实嘛有可能，若准讲现出时的公。用电视也好，公共集团也好，会当有甲现有的这个频道来直接做转型。啊，那安尼文化部来编一个专案的预算，还是讲是这个啊特别的预算，其实有可能上。你意思是讲，公司第二代、公司第三代切出去，或者是讲华视第二代、第三代切出去。家属公司会当有这个案算，其实这嘛是可行的。啊，所以阮是认为讲两条路做伙行，应该是搁较紧。我咧，我来请教朱大哥啦，吼。咱讲一个较严肃的啦吼，严肃的哦。世俗呐，这个电视台成立，正经对咱台湾人的文化、音乐啦吼，还是讲艺术啦吼，还是讲创作啦吼，是啊，正经有足大的帮助吗？即马大部分都当然真侪，这个文化艺术吼，大部分伫台面上吼，还是讲伫教育上，拢是用华语咧进行嘛。那咱看到真侪人写文章介绍 Beatles、Rolling Stone， 还是讲世界的电影，好无？嗯。啊，真罕，因为咱其实嘛无迄种管道啦，无迄种管道讲，我较早捌伫电台主持，我真正拢总用台语啊，不管我介绍西洋歌、法国歌、西班牙歌，我用台语，因为我都练台语啊，足爱用台语啊。但咱即马咱所有所看到的咧讲音乐评论咧，做导演、电影评论咧，拢讲华语，可能无半个有在着用台语，啊，我捌拄着一两个也有兴趣，但是因如果去演讲，如果去好好教，伊想要用台语。啊，除了去台中台文系啦，我去台中台文系吼，讲迄个西洋的摇滚的历史吼，伊讲叫我用台语讲，我嘛感觉真趣味。吼，我爱讲啊，即卖在 Rolling Stones 吼 ，Beatles 安啊 ，Bob Dylan 吼，买遐安怎吼，伊惊着鬼吼，所以说啊，所以变成讲如果咱有这个共同资源，就是迄唱歌袂使惊着鬼。所以真侪时阵，如果咱有遮的即个 channel 啦，有即个管道吼，真侪所在，咱用真侪人才，咱入来，伫教育上、文化上，啊，如果当国家当然，咱头有提到，就是讲即个文化部吼，较早对新闻局开始有一挂无语的创作的比赛，会鼓励，有一点点仔作用啦。是。啊，所以可能无跳伊遮紧，但是其实所有的政府的资源嘛，是大部分拢使用伫华语顶管啦，蛮多恁顶管就对啦，对啊。所以，变成讲，如果咱若准讲有台语这物件来支持什么会时阵吼，其实我嘛捌台南有一个咧卖唱片的头家叫酷的吼，酷过多人吼，伊较早嘛是电台吼，用台语讲爵士。你讲维音迄个？哎，维音的头家啊，酷的啊，伊用台语讲爵士。我头家去遐买物件。啊，譬如讲，咱甲即款的物件，真有艺术的物件吼，啊，甲国家的资源，他们做伙合作起来吼。迄个当影响真侪人，讲哦，安尼足趣味吼。啊，后壁人嘛较会趣味，无永远要听人讲 Beatles， 听讲 Bob Dylan， 永远着对华语的资料去。啊，我华语的资料可能如果咱台湾因为资讯真侪嘛吼，啊，中国大陆一挂迄个乐评家吼、影评家吼，因可能专门来研究，咱着袂使有种错觉，就是讲啊，人迄中国大陆的乐评家比咱较厉害。迄错觉啦，因为因无啥物代志通做，干那研究下嘛，咱代志太侪咧。所以如果咱有机会用台语讲电影，唔是用台语讲台语电影哦、喔，你台语讲铁达尼号，讲个变形金刚，侬嘛听个讲。但是啊有只请咯啦，你若无只迄个资源哦，啊大家讲个趣味，哦、喔、啊所以如果会舞蹈，吼、喔、啊教育啊艺术电影歌谣创作
节目种种种拢有台语这方式去，像咱这真有水准的这个摄影片吼，啊摄影机啊这个。摄影师拢真厉害，整个国家资源投入的时阵吼，咱台语这款迄个用国家资源去支持的吼，伫全世界内底吼，会变作一个真重要、真宝贵的资产啦。嗯哼，啊，无咱即马就是因为，别说讲所有要做音乐的人，就是爱中国大陆市场嘛、华语市场嘛、有无啊、新马地区嘛，要讲 A B 平嘛，但咱家己有一寡原住的物件，客家像林生祥，伊会当到全世界欧洲所在人收唱要听，啊，伊咧唱啥人听无，但是感觉迄物件感觉真特别。这物件国家的资源爱来鼓励啦，是，唔是讲靠咱一寡民间，大家他妈迄个舞吼，舞到尾啊，不知不觉翘起，咱都唔知呀。主要是安尼啊，我做想要用台语来讲这个电影，台语来讲啊，电台我，但是尾啊电台嘛是慢慢的受到商业真大的影响嘛，也感觉讲啊，赚钱上重要。啊，如果咱若无赚钱，较大压力，会当来推广这个文化、艺术文化方面的时阵吼，啊，咱未来。诶，小朋友，冇机会通看到这物件，伊会当学习嘛？啊，无只要要对待学习去啊，嘿啊！当然，都足侪人会去问讲，成立台语电视台，咱正经台语都有解救啊，正经大家都拢会晓讲台语，但是成立台语电视台有机会解救啦，是第一步。对啦，你当然上重要是家庭内底，你厝内底你爱讲台语，你学校爱讲台语。譬如讲吼，他都要迄个情况讲着。其实，咱台湾社会并无好，即个讲台语，也是讲客话、讲原住民的即个人吼，一个鼓励环境。诶，阮这个节目十年啊，甲即阵阁有足侪人写批来骂讲，啊，你是安怎讲台语？你用公共的资源，成立的电视台，啊，你讲台语啊，大家拢听无？你故意讲给我听不懂，你什么态度哈？是不是安尼？伊无用这个警告，伊写批写批，我也知伊什么警告啦吼。对，但是你讲，你并无一个环境鼓励大家来讲台语、讲母语啦吼，还是讲本土语言啦吼，创造一个环境是足重要。但是即摆咱政府做啥呢？有做啦，但是并无够。咱做足侪教育的代志。但是咧学校讲你会使选修啦吼，讲你会使选啊，你要讲河洛话还是台语啦吼，还是选客家啦，选原住民会使选，但是迄个点睛数足少，一点睛啊，一个环境足歹，对啊，除了教育即块做无够以外，整个啥物代志拢做无够。咱来看卖国家的语言的政策到底是啥物？正在上乡土语言课，各种跟吃有关的台湾俗语朗朗上口。从2001年开始，教育部将本土语言纳入9年一贯课程中，全国小学生需要在台语、客家语和原住民语中选一种母语学习。不过，等小朋友升上国中之后，因为本土教育改为选修，没有排在正规课程，学生只能利用社团或是课余时间学习。咱即卖干呐，小学一礼拜一节呢，啊，要要求讲，啊，无你。国中、高中嘛，甲烟刷落去，就是唔啦。学校能教的有限，为了不让小孩忘记母语，高雄孩子陆焕熙的父母在生活中全程以台语跟他互动，平常阅读讲台语，生活沟通也是台语，耳濡目染之下，他的台语顺畅到底。参加演讲比赛还自创顺口溜，逗得评审和观众哈哈大笑。阿爷教育无采讲，一尊少年叫咱当。啊，这囡仔啊，阵细汉，咱校伊有吃苦的精神吼，伊连讲啊拄着困难的代志，拢有法度拢解决。囡仔倒来伫厝，拢听我讲台语啦。不过陆妈妈担心，焕熙上小学之后，说台语的机会变少，跟老师同学都以国语为主，就怕未来会影响到他对台语的兴趣。毕竟语言是活的，如果家庭、学校和社区没有共同营造讲台语的环境，台语走向凋零。恐怕只是迟早的事。所以，情况能够讲回来，台湾规个社会的语言的政策，上面无做到。其实，说你台语的公共电视台，伊阁有另外一个重大意义，就是讲，这个政府面对台湾即马多语言、多文化、多族群，实际上的文化政策是安怎？尤其是咱若是要讨论讲，像那有本土语言这个概念，像那大家即马才五万，讲有一个台语的电视台，甚至是讲客语原住民语，即马嘛拢有啊。像那大家安尼去想，安尼去思考，安尼去要求，其实实际上就是
今麦那是要讲，台湾讲文创文创这物件，咱一直讨论文化的问题。不过，咱的基础的工程无做甲够嘛。那是讲有一个台语的公共电视台，伊上至少会当好，这个政府会当好咱感觉到讲，真正咱今麦的政府真正有对于过去在国际的政策提出一个反省，而且是伫我感觉伊是一个宣誓。就是讲，即马即个政府，即马咱的新的文化的政策是要尊重，真正是做甲多元、多语言、多族群的这件代志，实际上的政策是安怎？至少台语电视台是第一步。另外就是讲，透过台语电视台的设立，其实某种程度会当解决掉，譬如讲信从兄拄则提到的问题，就是即马社会普遍对台语，甚至是本土语言有一寡歧视。譬如讲，你本土语言就是伫厝内底讲就好啊。甚至是讲，伊可能会当应付咱的日常生活就好啊。这基本上是一个歧视，因为你无去思考到讲这种语言，伊其实爱现代化。咱一个语言，你若是无对咧，即卖时代对咱现代的生活咧变化咧进步，咱若是无去用，伊其实就是连伊会变死语嘛。是，对，所以台语电视台设立，我感觉积极来讲有这个目的。哇，安尼我要请教阮的董事啦吼，董喜兄啦吼。咱即卖讲要进一个阮已经进行真久的一个节目单元。但是我即马想想讲啊，哇是啊，即、這个台语要怎讲啊吼？有话反答，台语要怎讲呢？有话反答，咱来看麦。好来，直接请教你啦吼。即、這个问题就是安那，你知道？啊，真侪电视台拢已经有台语的戏剧、台语的新闻，啊，是安那，搁要设一个专门的台语电视台？太多网络人咧问的问题啦，为什么？有偌济？什么有偌济啦？有偌济电视台？嘿，啊无嘛，恁公司嘛，台语新闻，大家拢有一寡肉油啊啦。是啊，民视嘛有啊。你著甲统计起来。啊，戏剧、春晚、网络、飞龙在天。那我你若讲电视台，我这资料吼，那著这是我统计吼，五年来啦吼，我是统计到2011年，这是国家通信传播委员会，就是 NCC 的统计来讲，无线电视台吼。台语差不多占7%左右了哈，2007年到2012年，客语嘛差不多6%左右，6%外，外观一面较少了哈。但是华语话者拢超过80%。嗯哼，就讲你大家讲啊，电视真济啊，问题是大部分拢华语啊，戏剧嘛是拢华语啊，啊，真正有拢南沙嘛。好比讲，民视啊，伊也是民间资源啊，伊要报遐，咱无法度甲干涉啊。但是，足国家资源来讲，目前，干咱公司吼，啊，佮华视有直接台语新闻，吼。民视嘛有啦，我有看。对，当民视当然嘛有啦。我也是民间，我意思就是讲公家的资源来讲，你就是爱平等嘛。啊，咱进前迄通灵少女啊。是啊，通灵少女咩啦讲，通灵的笑路，通灵的笑路。Yes。啊，这算讲台语啊，讲华语。80%拢讲中国话啊，系啊，伊二十八个台语尔，但足不多话，但是拢讲华语。因为遥都无啥晓讲，所以不得不说。啊，迄个花甲少年转大人，迄介好看。啊，迄工作侪，讲台语就介侪。是啊，啊，迄拢爱老师在边啊教，啊，是安那教。啊，本来是照讲，这是伊讲，你若讲咱这台湾社会，这应该是足思想的话嘛。啊，比如讲你若伫这个台湾家庭大汉，应该是拢会晓讲，但是。拢无法度啊！你即马所有戏剧内底，你若无老师在边啊教，迄演员无一要讲啊足认真个真学啊。像我的台语嘛退步，你知？因为咱伫南部过来到台北，咱叫食人台北人个迄个嘴嘴吼啊，叫陈新聪，对啊，叫你台北人。老实讲，我以前高中进前个台语可能佫较好啊，即马台语佫较歹啊。有反正我嘛退步。是啊，所以讲，我意思讲。咱公家的主管就是爱来做这个代志。你比如咱公司内底台语新闻，我早起讲公司算伫无，即几冬有去重视这台语新闻啊，台语新闻，但是就整个国家的资源来讲，伊是足少的嘛。恁台语新闻嘛要10年啊啦，因为咱是同一个时间。是还是2008年，2008年迄年嘛，啊，迄年。是啊，那迄年是2007年，咱公司要设南部台嘛，就是要做台语的电视台嘛。啊，但到2008年就无去啊嘛吼，政党轮替就无去嘛。嗯哼。啊，所以这就讲，照着你讲，这应该是5年前都要设，都要设啦。吼，因为2007年以前要设的是要设南部台吼，就讲5年内爱完成嘛。吼，已经设伫高雄嘛，迄阵地址拢选好啊，设伫高雄，讲5年内完成嘛。结果2008年了，
政治问题。啊，刚2017年，咱公司嘛，刚一个迄办公室咧高雄尔。对啊，是啊，我意思讲，迄是2007年就要设啦，就已经通过啊，吼。迄当然无完全的法律规定，但是原来客家大哥关注面嘛无法律啦。要做嘛是会使啊。我警告观念啦吼，咱坦多讲足侪语言的重要性，吼啊，坦多嘛讲到迄个音乐啦、艺术，咱来讲文化甲社会啦。嗯，一个台语的电视台对台湾的文化、对台湾的社会，迄个帮助是啥？咱也是想讲台湾要成做一个国家啦，伊当然爱有一个对国家的想象力啦，想象对。这个想象里底语言是一个很重要的部分、但是台湾的语言确实干那不是干那台语尔，佮真侪语言咱今仔拢有讨论。但是语言是台语是一个除了华语以外，即马上重要的语言，但是伊无法度，就像咱拄仔讲的，伊无法度变作演讲的语言。你若用台语演讲，就真正遐讲的人也听无啦，定定都会变成迄个庙口咧开讲迄种，但是你都袂感觉迄当大雅之堂要安怎讲？顶大雅之堂，顶大雅之堂，袂优雅，你袂感觉迄是一个会当放来台顶讲的语言呐？所以说电视台，我感觉是为着这个目的，让大家感觉讲这是一个会当来讨论。足侪代志的所在，其实我拄仔拢在想啦。说电视台是一种方法，即两天拄仔好咧查迄个政大啊，我的学校咧查讲大一一年就爱拢爱用英文来讲课，安尼才会当国际化。但是咱啥那无爱转去思考讲，啥那伫咧大学的课堂顶端，真罕见咱听到有人是用台语咧讲课诶，有老几个啊教授会安尼讲，但是这绝对毋是一个普遍的现象啦，对吧？所以，咱第一步要去想讲，伊对文化，去说电视台对文化、对社会有啥物帮助？第一个，你要想着讲，为什么讲这个话，大家会有迄个兴趣来讲这个话？因为讲这个话，你有法度去甲别人沟通啊，你会当摕。你讲这个话的时阵，你唔免阁转换你的思考。你转换你的思考的时阵，其实迄拢是成本。咱鼓励更加侪人，新闻嘛好，戏剧也好，其实咱讲老实话啦，商业台的戏剧咧讲的台语，常常其实拢已经交杂真侪国语的 term 啊。你安那听着安那硬叫啦，对啊。所以要安那用国家的力量来拍戏剧是。咱感觉讲这是一个好诶台语的文化，我感觉这是国家爱做诶代志啦，对啊。阿姐啊，我请教你啦吼，我毋知讲想伤侪未，啊，敢会讲啦？正经伊即卖政府讲啊好啊，无咱来杀这个台语电视台，啊，敢会有一大诶反对诶力量讲啊，恁就是要武这个什么台湾要假做一个国家啦哦，啊，恁就要做这个什么意识形态啦吼，恁就什么政治的目的啦吼，什么六国必输的这全部弄出来。对啊，就是安尼，无唔对啊，无你变安怎？其实啦，咱讲袂使呢，袂使，安尼袂使呢。我感觉今仔日节目实在是有淡薄仔像一言堂啊。好，来请讲。就是讲，咱安那要甲杀这个议题，就卖互感觉讲，那我无支持这个议题，我就是无正确。我咱即摆思考的是这件代志，要安那甲这个议题推到非同温层。是咧讲台语的遮，譬如讲，伊的爸爸可能是外省人，伊的妈妈可能是客人。嗯哼，那安尼伊袂晓讲是真正常的代志嘛？当然。那但是你咱咧讲这个代志的时阵，要安怎讲，甲互伊袂感觉紧张？讲我无支持你，敢那我也唔对共款。这是我感觉咱后一步爱去思考的代志。我感觉台湾人有迄个包容的力量啦，咱会当去包容各种语言的情况下，怎么样？安怎会当卖互台语？变作一种让人感觉是有沙文主义的感觉。我感觉咱咧讨论这个代志，爱真重要去思考这个代志。啊无，其实足侪人咧看电视的时候，你会感觉讲啊，这个节目就是要杀这件代志，根本就无咧讨论，就是要杀命。我感觉这是，我意思讲，对着迄个感受在讲，意思讲啊，敢那你讲台语，敢那秘书在讲哦，敢那迄个其实其他，我讲一个，咱公司2007年是转播迄个国庆，国庆典礼哈。诶，阿扁啊，入来上尾一遍的国庆，双十国庆，咱因为我迄阵伫现场，我去调工去，大家迄个
转播台、各电视台、广播电台转播台，我去甲顺一落，看倒几台伊个转播是用啥物语言，结果内底包括公司内底，吼，包括所有电视台有线无线卫星，全部拢用华语，吼，敢那一间电视台三立，伊双主播有四分之三讲华语，四分之一差不多讲台语，伊嘛讲袂认得。另外就是客家台有四个两个用两个腔口海线啊，搁啥物四线，原住民用六个语言，海陆甲四个，原住民电视台用六个语言，六个主播用伊个中文，我感觉足好个，伊六个主播轮流去讲传播迄个国情，我意思讲，伫迄个国家个典礼内底，竟然无台语个传播，啊，但是有所有拢华语。啊，有客家，佮有客位，有原住民，啊，但是就是无台语。包括公司嘛，用华语，吼，民视当然是嘛用华语。啊，敢若三日用四分之一无够，不到四分之一的用是用，伊大部分拢用华语，伊嘛讲袂认得。所以我感觉这个足奇怪，讲你一个国家庆典内底，吼，莫讲民进党执政来讲，奇怪一个国家庆典内底竟然无用台语做，去转播，结果。其他所有语言拢有。啊，咱上尾一分钟留少年的啦吼，情况他拄啊，迄个婉玲有讲到嘛吼，可能迄个包容性爱出来，还是包容性是要安怎出来？我拄只那学姐或学姐，就是讲，伊拄只讲到一个关键，就叫做刷文主义。对，不过即卖的问题就是讲，大家无去思考讲，咱即卖所讲的华语，华语会当讲啊，只流利啊是安怎？伫啥物款历史背景之下？造成咱即马就是华语讲就连断的，两个台语，甚至讲咱家己的本土语言，咱的母语无法度去讲，对啊，所以大家咧即马就有一个问题，就是讲台语个像是大家另外一种共同语，吼，伊的历史背景，今日可能无法度讨论。不过大家当去思考，就是讲，像咱袂去讨论华语是毋是刷本主义，结果颠倒来讨论讲华语是刷本主义。另外就是，迄当阵咧成立客家甚至是原住民电视台的时阵，敢有人出来话讲伊是刷本主义？无嘛？弱势变啊！对，当然迄是弱势。但有一句，咱就是咧做运动的，有咧讲生气啦，讲台语可能即马是咧急诊，吼，咧急诊，吼啊，客语是咧搞病房，吼啊，可能原住民语可能就危险嘛。不过即马即个损失已经解决啦，就是因拢有。即马即个时机，其实成立台记电视台是一个足好的时机。即马已经挂急诊啊啦，啊你若唔过救吼，正经朦朦胧胧，都有啊。看起来真强势，但是当佫比客家话佫比原住民佫较弱势。啊，那救就两早救啦吼，唔通两早救，挂三座啊，啊无明年过来讨论。